2点钟，十分钟以前，我们龙都播报栏目组接到有关部门通知，在解放桥立交桥附近发生一起严重车祸，一辆载满乘客的十路公交车在四医院行驶至沙湾路段的时候，也就是环卧河山石碑旁边，由于车辆失控，连人带车坠入了抚溪河内。具体车上有多少乘客，现在还不清楚。我们正在往事故现场赶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前面还有一辆警车，也是在朝相同的方向赶去。床面前那桌二哥姐，师傅你留不留？要保重身体啊！在这里车祸中还死啊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，社区还把他列为了低保对象。哦，老娘，我今天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深切的慰问，同时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，多保重啊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老人家，市长带领我们市里面几大班子来看望你，家头有啥子困难尽管提出来，我们政府还会帮你解决的。今天来给你带点那个生活用品，嘎，表示好慰问哈，保重哈。过来，谢谢。
管家，你的情况呢？我们都了解了。你对房子的提出的户的要求，确实是49平。鉴于你这种家庭这种情况呢，每个老户这个补助款，确定呢每个月给你一定的收入补贴，这个好不容易理解，你要多保重哈。市长已经交代给我们了，你们家住房困难的事情呢，我已经了解了。政府已经通知拆迁办，他们会尽快的安排一套新房子给你。这块请你放心哈，老人家。市长你好，我们是龙都播报栏目组的，我们想请您帮忙。好，好的，您到那边好吧。铁道交通事故发生后，我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对公交公司的有关领导做出了严格的处罚，同时对超级事故司机也有了相关的责任。昨天省委市政府在全省召开了紧急的电话电视工作会议，通报了我市的331铁道交通事故。我作为市里面的主要领导，深表痛心和关心。明天我们班子将到省委市政府接受严厉的批评。同时，我们在省委市政府的会议上，我们将庄严地作出承诺，对我市的安全生产工作做出重大的部署。回来以后，我们将通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活动。我们将严从严治党，从严治企，从严治警，请。对，全市人民信任我们政府，继续支持我们政府。谢谢市长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对15名死难者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安置措施？对15名遇难者的善后问题，我们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安排。到今天为止，已经有5名遇难者的尸体免费了火化和安葬，请大家继续动手工作。谢谢市长。你好，我们是龙都播报栏目组的，我们想对你进行一个访问。请问在这次331特大交通事故当中，是您家里的哪一位亲人遇难？娃儿，老头子。您的意思是说是您的儿子和丈夫是吗？老头子，娃儿。在这次事故发生以后，您对政府所做出的这些安置工作和安抚的措施，您感到满意吗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那个十路公交汽车司机说？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恨他？够不够？
谢谢你啊，姑姑。二手房子楼，摇了鱼喽，卖点瓦，他娘也是把房子建了。陈伯伯，请你再说一遍好吗？二手落雨房子楼，卖点瓦，那娘也是把房子建了。还有吗？他们还说是相当不错，你看嘛。谢谢你啊，陈伯伯。环境相当的优雅，很舒适。哎，市长啊，哎，我是张文，他们把你一个居民，我的问题是你解决不解决哦？对对对，我们有说是你解决不了。哎，我一家三代人跟着七十年，说完就完了啊。我来，你解释这个事情。哎，万一还我自己掏钱，那个我就别说啊，走，我不接了。我找市长。啊，我来给你解释，哈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别操心了。好。哦，老姜，你的情况我已经全面的了解，的确是比较困难。你这是的，我的小罗，你那，这个请问你啥子困难啦？要是要求些，你尽管找人哈，你找人该到办事处。我们政府将一如既往的继续的对你进行关心和照顾，要是事情找到就行了哈，对吧？市长，我们还要到广华社区右桥教师家进行，时间不早，好，大家嘛就这样，老人家你多保重哈，多保重，今后要是事找到就行了哈，我走了。应该顺便哈，保重哈。欢迎市长，请保重。欢迎各位领导，感谢各位领导。好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。慢走。你现在很辛苦，我来准备。喂，大家把那事情啊准备就走了嘛。我还有个介绍事要做，好，你先通报吧。没事，你现在也在这。我在那边儿在这呢。晚上还读书。哎呀，黑天的心情不畅的，来到遇难者家属。陈伯，我就先走哈，你好生休息吧，注意点身体啊。哎，不用说，没事了，我就先走啊。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说。谢谢。没事，注意身体啊，兄弟，我们走了。好，陈伯伯，你进来，你啥子事情呢？你给我打个招呼，啥子困难，跟我说的，我回来哈。看你们这就。休息好了哈，多保重哈。谢谢。接小孩哈，我去做哈。谢谢。再见哈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卢建生在你在哪里急啊？陈小姐，都在哪里家？快点，都读完了。你这一读完，我就好走了。哎，这个我们可以帮忙吗？哎，快点儿哈，快到人家里哈。我就给我介绍这个马庄上，很快。等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在331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，我们随同市长洪昌达来到遇难者。各位观众，在331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，我们随市长洪昌达来到受难遇难者。各位观众，在331事故。各位观众，在331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，我们随市长洪昌达来到遇难者家属陈希贵家中进行慰问。
Thank you.